看不出70多岁啊。小叶，小叶，你会玩吗？这个我们都知道，赵小叶的丈夫是前 CBA 著名球星啊。然后赵小叶也以篮球在这个舞台上著称啊。啊，凡是选手上来都要问你喜不喜欢篮球。我们要求也不高，刚才所有的动作当中比较简单的胯下运球或者是转球啊，你能给我们来一个试一下吗？必须要来。要不你对不起老严。赵小叶，你能有什么招就拿出什么招来，可千万别为你的老公丢脸，他可是全国首屈一指的一家篮球儿童培训机构，他要是今天玩不成，以后这招人也没法招了。就是，对吧？必须的。掌声有请赵小叶啊。哦，我们不对你要求很苛刻，我们就音乐响起，你想怎么玩怎么玩，你是拖鞋玩也行啊，你要是投顶球也行，只要让咱们乐呵，就算放过你。哎，来音乐，来顶个球。哎，不错，这也挺好的。对，对，想想海狮。小叶加油！摸不着球，你能抢到球就行。赵小叶，你能抢到球就行。好，可以了，可以了。不是，以后还能不能让他招人呢？能，还是能，还能招。一次次证明，赵小叶属于学院派。对不起，我这个给大家拖后腿，给公司丢脸了，以后我一定会努力练球技啊。我觉得小叶是这样的，主要是你跟你老公啊，这个平时其他的交流太多，这方面的交流太少。对，因为我觉得这样，就是因为我自己不好，所以我就不能让我们后面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所以我就去给大家当台阶儿的，大家踩着我的肩膀往上走，是吧？你的肩膀太高了，踩不着。我蹲着。啊，所以刚才你跟大爷这么互动一番下来，感觉怎么样？非常好，而且大爷的这个身手啊，真的不像这个年龄的人。我觉得可能大爷的身手感觉比你年轻，年轻好多，真的。而且大爷的那个很灵活，而非常的、啊、非常的协调，非常灵敏。啊、好，请回。啊，谢谢老师，谢谢老师。来，大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您是谁？好吗？各位老师好。我叫孙光耀。今年65了。65啊，我虚报了5岁啊。65啊，今年65岁，是一位篮球爱好者。打了50多年篮球了啊。哎，你身体咋这么好，你都不喘，你看他喘成什么样了。你从小就喜欢打篮球。就现在还是那样，我的床上被窝里面始终放个篮球。被窝里面都有篮球。几十年了，这一说跟篮球产生了很多的很深的关系嘛。因为我10岁的时候，我们家住在这个一个小学旁边。看球场打球人特别多。从那以后就受到感染。在您那个年代，您10岁的时候，也就是55年前，55年前是6几年吧？6几年的时候，好像中国打篮球的还不多吧？对。而且这个在我们生活的社区这些胡同里面，好像也没有篮球架子吧？您拿什么打呀？买一个那个橡皮球啊，大概在
一块多钱吧，一块五毛钱吧。一块五毛钱。哎，买一个球，就跟着他们大人、大孩子啊，或者跟着老师后边，那时候跟着玩，跟着打，哎，从那时候就开始爱好，一发不可收拾，一直到现在，风雨无阻。那您最喜欢的球星是谁？乔丹。乔丹。哎，科比。科比。姚明。哎，这是我最喜欢的。哎，现在网上这个争得最凶的就是说科比厉害还是乔丹厉害，您怎么看呢？这个篮球是无国界的。从技术水平上，您更喜欢哪个？那乔丹。乔丹，你觉得乔丹的技术更好？对，乔丹很有领袖风范，有统治力在场。但我觉得科比很有人格魅力。哎，对，不错。那您这个以前的工作是什么？当了2年的知青，在农村。后来76年就去当兵去了。当兵就是参加了海军。在海军里面待了5年。部队里面也经常打篮球。经常打篮球。那时候体育文化生活特别好。那您现在的工作是什么？现在退休了。退休以后我在银行里面给看门呢，一个有1800块钱。1800块钱，钱不多，但是您很快乐。很快乐，找到自己的，就是人呢要老有所为嘛。您身高多少？我身高1.73米。在您那年代，这算高的啊！对对对，您打什么位置？一直得分后卫兼控球后卫。那个时候也没分那么清，对对吧？对。那您什么时候开始接触上花式篮球？那是在1998年吧。98年，就是亚运会期间嘛。我到北京来，看到几个小青年在工体旁边拿着玩篮球，就玩那个花式的。那时候花式篮球，98年、2000年，在全世界才刚刚有那么一点点萌芽吧，才刚有，2000年以后才略有点普及，在全世界才有点普及，就是我刚看到第一眼我就喜欢上了，因为他那时候年龄已经将也40岁了，43，43了，就我今年这个年纪，就我这年纪啊，不适合打对抗篮球了，我看这个非常好，我又喜欢篮球，回来以后我就开始练后来就是有了网络以后，叫他们给我从网络上搜集一些视频，就是自己琢磨。那您参加过什么花式锦标赛吗？我多次参加过全国、亚洲和世界花式篮球大赛。我是被命为全世界花式篮球老年第一人，也就是老年组的花式篮球世界冠军。我做的这些动作还有些更难的动作，没错啊，就是在6岁以上基本上就做不出来了。您这样，您展示一个您最得意的动作，好吧？对。哇，好棒啊！太棒了，太棒了！您玩花式篮球的时候，旁边会有老太太围着看吗？有哈。那老太太一般在旁边围看、围观都会说什么呢？哎呀，这小伙子真棒！早知道我也练了。您老伴儿支持您玩这个吗？支持，也支持，太支持了。那您今年就是玩这个花式篮球，还有什么目标，或者是以后？我想就是，因为在我们当地啊，就是我玩花式篮球是比较有名的。经常做一些公益活动。比如说到社区、到幼儿园、到农村、到工厂、到医院、到敬老院去给他们表演，去推广，就是篮球，去宣传这个运动的好处。对，希望广大的就是这个篮球爱好者和老年人嘛，都运动起来，使自己健健康康、快快乐乐。您觉得篮球的精神、核心精神是什么？核心精神就是快乐、健康。提升人的精神境界。篮球的最高精神境界是什么？最高精神境界是快乐。快乐。使人快乐，使大家快乐，使社会快乐。其次就是健康。健康。这些加在一块就是和谐。来，赵小叶，你觉得篮球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呀？
篮球让我觉得最大的就是能够超越自我和团结团队，这两点来说，我觉得是篮球最大的魅力。哎，我还觉得篮球有一个最高境界，我觉得就是美。美，对，是大家都会看那个篮球，我觉得最好看的一定是他跳起来滞空的时候，然后在空中还有对抗的时候，那个时候身体所展现出来的力量、速度、线条、光线，就在那一瞬间特别漂亮。它就是，也就是说是一种体育和艺术的结合。是，所以那个打篮球打得好的人，我们都说是大师。所以其实呢，带有艺术家的那种感觉了已经。对，你刚才说到美，你会发现其实乔丹最大的价值是你会仔细看他每一个慢动作都特别的漂亮。对，没错。虽然在你整场看竞技的过程当中，好像有些动作会看动作特别快，但是你仔细去看他每一个动作，无论是后仰跳投还是扣篮等等，每一个技术动作进行分解的时候都显得游刃有余，一点都不急迫，很从容，你知道吗？如果要说乔丹跟科比之间的区别，我觉得在这一点上，乔丹的这个技术完美性、漂亮那种艺术的美到达了极致，就是比较飘逸。对，大爷，我想问一下，你除了这个篮球以外，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爱好吗？我喜欢的可多了啊，哎，喜欢跳跳广场舞，嗯，哎，喜欢唱歌，哎，喜欢旅游，喜欢看看书。我每天坚持2个小时的阅读，就再忙要不少于2个小时读书时间，现在还是这样。太棒，坚持下来，特别棒。哎，我也想请教一下，假如说像这个花式篮球是这种年轻人的这个运动哈，其他的年轻人的运动您还有一些其他的这种爱好吗？跳舞啊。跳舞几乎所有的舞都会一点。会街舞吗？街舞会。你看音乐来一点，来音乐来一点吧。跳恰恰。曹岩应该上来配合一下，曹岩今天穿那么漂亮。对对对，那个眼睛好看。哇，哇，好美，竟然这么和谐。那个曹岩这舞姿这么棒，曹岩。妍姐太好看了。已经变成扭秧歌了。大爷展露出了他的另一面。大爷，您猜这位女士跟您年龄相差多少？您猜？她太年轻了。妹妹，您猜？您猜？您猜？其实我还大一岁。这位女士已经59了。吴老师又给我少大了5岁。才大了5岁，54。谢谢。好，谢谢谢谢谢谢谢。我参加世界花式篮球大赛的时候，那时候有很多国家，全世界有30多个国家，在做那些动作的时候，很多运动员累都下来了。您今天的表演让我们回忆到现在在短视频平台经常刷到一类短视频，就是那些退役之后的 NBA 球员在谈起当年在赛场上的一切的时候，倒没有谈到那种激烈的对抗和获奖之后的荣誉，谈到的更多的是像您所说的快乐。就别忘记了，在我们中国也有非常优秀的球员，姚明、易建联、刘玉栋，这都是我们内心非常喜欢的球员。孙军、胡卫东，对，我都非常喜欢。嗯，哎，所以说，很高兴今天这个大爷说，最高境界不是所谓的竞技，是快乐。你可以看到，当大爷两只手这样摆起来的时候，他完全沉醉在自我当中。50年坚持一项。不能说坚持，50年执着的喜欢一样东西，即便我挣1600块钱一个月，我挣1800块钱一个月，我内心是充实的，因为这个东西我真喜欢。我不是为了这项东西背后所能够带来的一些利益。如果我是为了钱，我是为了名而喜欢这样东西，那么一旦没有了钱，没有了名，我就会立刻变得空虚起来。但他由衷的喜欢，就永远都不会。精神上非常。对，我们很高兴今天大爷向我们传达了这样的一个快乐的精神，也希望所有人更多的投入到运动、健身、篮球这项事业当中来，向大爷学习。谢谢您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谢谢各位老师，非常感谢您。谢谢各位老师。非常棒。好。